这次没有了 Tune， 别跟我说什么电音，明明什么都不懂。百万混音，这歌没混直接发。说我不会说唱的，只是不懂说唱文化的多样。现在给你们来点简单的歌词和 flow， 该说该骂的给了你们充裕的时间。虽然你们人多，但我也从来没在怕的，根本不是一个 level。事情发生以后有人叫我不要 diss 了，不在一个高度较真就没有意思了。现在风气 diss grace 是正确的，现在不知道今天还有谁在混真相的。个性不同两万人先者，必然必多非议，不会服从于是不松，天地之间自然最有差距。但站在我的角度知道我的难处，为了 hiphop 后不显然混乱中，我宁愿自己弱势的，想要透回到别人身上还想控诉我。 都说是为了 hiphop， 真的人确实不太好找到。当时都有红眼病有色眼镜，想要热度想要把我轰到爆，每天言语攻击包括挑衅，怎么不拿出点成绩，我想买个热搜上纲上线，说话都失去了逻辑，真以为读懂了天龙八部。我骂人不带脏字够有风度， Heard the true this 是那些话术，真想红就别玩那些招数。多少人口是心非，多少人天花乱坠，多少人姿态狼狈，多少人等我下坠。多少人口是心非，多少人天花乱坠，多少人娱乐万岁，多少人心的可悲。老毛跟风是不主流，被水军操控的傀儡，千里兵在屏幕后面做案件杀人的魔鬼。请给我一份尊重，看似简单却举足轻重，网络时代一直在放纵，不用负责所以都太冲动。虽然小缠多，所以非勾且得啊，虽然暴力多，对女孩子都不放过，尊严都被践踏，不了解事实说那废话，嘴里说扭曲的大话，生活充斥娱乐八卦。所以我不想攻击不想回击，男世界难道不应该在世界上吗？不想攻击但不回避，没有出息你们只剩出现和世界吗？该去骂我就对，想好骂我起飞技术下坠，为何你不做不闻不看不想不听不懂就乱叫，还真是够累。多少人口是心非，多少人天花乱坠，多少人姿态狼狈，多少人等我下坠。多少人口是心非，多少人天花乱坠，多少人娱乐万岁，多少人心的可悲。